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洪家豪。有啲咩好奇怪嘅行為係會令到俾人覺得我好怪啊？我譬如，即係譬如好多好 man 嘅東西咧，我又唔係好中意嘅。咁譬如即係好可能男仔，即係有啲男士啊，或者有啲女士亦都喜歡自己嘅另一半，可能係中意即係留須啊 man 啲咁。但係我咧係恨不得去脫咗啲須去，因為我覺得每日剃須覺得好煩啊。咁同埋有一個幾奇怪嘅。不過很多人都是這樣的，就是我揸車的時候會自己跟自己講嘢，不知道講乜，即係譬如我媽坐在隔離，佢就會冇應過我，但我成程喺度自己講嘢咯。通常都是嗰啲點啊，行唔行啊？唉，即係咁就做乜？即係會有呢啲咁咯。咁就都不算奇怪嘅。如果駕駛人士應該會是咁嘅，都係。